生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，只要用肢体触碰动物的英文单字就可以过关。2, 3, 过关。儿童节就快到了，慈大附中小学部和幼儿园举办国际教育嘉年华会，每个班级设计不同国家的闯关活动，文化美食各个面向，和世界做朋友。让爱飞扬。这次非洲受到一代热带气旋的天灾，很多人没有饭吃，没有一口干净的水，小朋友更不用说要过儿童节，慈小的小孩也要趁这个时候汇聚大家的善念。只要我们有爱，我们希望我们小朋友很纯真的善良，我们很广大的爱能够帮非洲的这些小朋友，帮他们渡过难关。在爱心墙上，有人画了面包、房子等等，每一句小小祝福的话都希望让爱飞扬。我希望你们可以有食物吃，希望非洲不会再受到灾难，如果受到灾难的话，会有很多人失去家园。不只局限在自己的享乐，小小年纪透过创意汇聚爱心，关注国际上的事情，也让思想更成熟，儿童节更有意义。大爱新闻谢雨山、刘宏志花莲报道。